年47岁嘅叶可欣喺2002年参选香港小姐，虽然落选但签约无线成为旗下艺人。佢入行初期曾经同李思捷拍拖，不过有传佢因为男方太花心而分手。其后喺2009年同从事眼镜生意嘅男朋友结婚，并喺2011年生咗仔仔。叶可欣日前分享同仔仔嘅合照，13岁嘅仔仔同黄宗泽有几分相似。仔仔细个嗰阵做过童星，参与过《溏心风暴三》等等剧集。叶可欣喺2020年安排仔仔去到纽西兰留学，喺当地发现仔仔对踢波好有天分，叶可欣就全力支持仔仔追梦。